曾经，我们都是充满情感的个体，无论是家庭中发生的大小事情，男女老幼，都会因此感到担忧和焦虑。尽管年幼的孩子可能理解有限，但随着岁月流转，大约在青春期左右，我们开始在家庭事务中产生情感波动，这种情感是真挚而深刻的流露。然而，不知何时开始，新一代似乎变得疏离。他们通常避免过多的约束，逐渐疏远父母，总是按照个人方式行事。即便家庭陷入危机，他们也表现出冷漠，似乎只关心自身，其他事情皆无关紧要。举个例子，以我妻的妹妹家为例。不久前，我妻的妹妹不幸遭遇车祸，紧急送医，急需手术。情况危急，因为她多处骨折且出血不止。得知消息后，我们家人纷纷赶往医院。然而，在紧要关头，我们赶到医院时，七妹家的儿子，一个刚满20岁在上大学的年轻人，居然坐在手术室外的椅子上玩游戏，玩得不亦乐乎。面对这情景，众人前来关心，他却视而不见，似乎不在乎。更令人费解的是，即使他父亲危在旦夕，他也能保持如此冷漠。我妻见状，气愤不已，斥责侄子几句，要他立刻停止，陪伴七妹等待结果。然而，侄子回应道，大家都在，没必要我在。然后他继续玩下一局游戏。随我妻怒火中烧，机遇出手惩戒，我及时劝阻。毕竟，医院不宜发生如此行为。最终，我劝妻释然，只是好好教导了侄子。接着，七妹的手术成功完成，脱离生命危险。接下来是漫长的康复阶段。我本以为，经此教训，侄子会变得懂事。虽难一时改变态度，但至少应尊重我们，分担家庭压力，是吧？然而，自那次斥责后，侄子却远离医院。尽管七妹无法自理，需全天照料，他却推给了七妹。七妹转入普通病房，我妻和我每隔一天前去，却不见侄子踪影。七妹情况依旧严峻，七妹独立承担照料重担。寻及侄子下落，他总是撒谎，或称回家，或言晚归，实际上每天专心游戏。得知情况，我妻再难忍，亲自去网吧找他，甚至施以一巴掌。他还告诉侄子的友友，勿再与此冷漠亲人同游。虽不知教导是否奏效，但作为亲人，尽力而为。终究，家庭以关心、支持和协助为纽带。